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讲次为大家介绍第六讲，通讯网络。我们非常高兴再次请到郭逸轩老师助讲，请郭老师跟同学打声招呼。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在空中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谢谢。什么是网络呢？简单的说，电脑之间透过传输媒体连接起来，达到通讯与资源分享的目的。而资源分享呢，包括有形的资源，如周边设备；无形的资源呢，就像档案、应用软体、讯息等等，还有折扣活动或电子邮件啊。因此，它们的功能可以归纳如下：档案分享，透过档案伺服器或 P2P 软体分享各种类型的档案，讯息交换，传递简讯。例如 Line、MSN、Messenger 这些软体，通讯软体，或是以电子邮件传递资料。那共享设备这一块呢，例如印表机、磁碟机、摄影机，由于这些设备价格都相当的高，那我们可以透过共用的方式来降低这些这些硬体成本的支出，让它可以提供多个使用者使用。那线上服务，如网络银行、医政府、线上采购等服务，让使用者不必出门也可以办理这些业务。那早期的电脑呢，只能让使用者单机操作。如果两台电脑之间需要交换或分享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透过人工传递的方式，例如传递磁碟片或传递纸条或传递文件的方式。来达成，那后人们后人后来人们就利用简单的通讯界面，例如 RS-232 它是属于串列铺串列通讯，或者用 PrintPort 就是它是属于并列通讯的方式，将两台电脑直接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简单的网路。网路根据它连接电脑连接的涵盖范围，可以区分为区域网路。都会网路与广域网路，区域网路我们简称为 LAN，它是指组织内部或同一个办公室或大楼内部的网路，通常范围限制在2公里内，而且不会使用公众电信网路的称之。与其他的网路相比，它具有大频宽、低延迟、低错误率以及广播和多播的特性。我们最常看见的区域网路是以太网路与无线以太网路。那第二种，我们称之为都会网路，简称 MAN，它主要是透过公众网路将区域连在一起，涵盖了大约一个都会的大小，大约2至10公里左右的大型网路。例如，我们将一所大学在都市内各个校区，校本部跟分部，用网络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都会网络。一般常使用的都会网络，例如有线电视网络，也就是我们常称的第四台，蜂巢状网络，也就是我们的手机使用的网络，以及公众电信网络，例如说我们的室内电话，等等。那第三种。我们称之为广域网路 WAN，WAN 它比都会网路所涵盖的范围更大，能跨越广大的地理区域位置，那它的范围通常涵盖10公里以上，甚至是不同的国家。那大家最熟悉的网路啊，最大家最熟悉的广域网路就是网际网路，它是世界上最大型的广域网路，最典型。历史最悠久的广域网路，则是公众交换电话网路，我们简称为 PSTN，它的全名叫做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PSTN。传统的 PSTN，它是以类比的方式传送语音，而传送资料仍是透过类比讯号传输，所以在电脑收发端。必须先将讯号进行调变，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线路它传送的是类比讯号，
但是电脑它是处理数位讯号，啊，也就是说将讯号先进行数位跟类比的转换之后，啊，那才能使用到传统 PSTN 来传递电脑的资讯，啊，那在到达目的地之后，目的地的电脑还必须将类比的讯号转换成数位资料，才能加以处理。另外还有所谓的分封交换网路，啊，我们简称 PSN， 啊，或租用专线啊 ，List Line， 以及光纤到府啊 ，FTTB、FTTH 跟 FTTC 等等，好，啊，这些网路都是我们常看到的广域网路。那接下来我们请郭老师来介绍网路拓扑的形态。好，谢谢陈老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网路拓扑呢？网路拓扑其实就是网路的形状，也就是电脑与设备相连所形成的部署方式。不同的网路形状呢，直接影响了网路的特性还有它的适用范围。部署前呢，需要谨慎的评估与规划。而常见的网路拓扑呢，有环状、网状、星状、汇流排以及树状等五种网路拓扑。而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投影片中环状网路呢，它是将电脑与设备以环状的方式做连接。一般在这种网路中会有一个电子记号，也叫做 token， 它会沿着环路运行，它负责承载与传送资料。但因为几乎不会发生封包的碰撞，所以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就会传输效率高，而且容易预测传输的延迟，它可以满足预期的传输需求。那它的缺点呢，就是环状网路的硬体还有软体成本就会较高，而且如果没有备援的路线，其中有一个节点故障的话，会使整个记号遗失，而导致整个网路瘫痪掉。那我们投影片中第二个网状的网路呢，它是每个电脑都有多条线路的路径，它的优点呢，就是具有容错的能力，所以当其中的路径故障的时候，仍然可以透过其他正常的路径来做传输的动作，而且它可以同时使用多条路径，达到平行传输的效果，以提升传输效率。而它的缺点，会因为每个节点有多条传输路径，而导致布线或者是成本的增加。那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来介绍一下星状网路。好，谢谢郭老师的介绍。那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之中，好，投影片中有三个网路拓扑，最左边的就是刚才郭老师所介绍的环状网路，那中间就是网状网路，好，那最右边就是所谓的星状网路。那星状网路呢，它是所有电脑与装置都连接到一个网路装置，我们称之为集线器 Hub， 或者称它为交换器 Switch。 集线器或交换器，它负责转送资料到目的地的电脑。好，目前有线区域网路中，如以太网路，好，大都采用这种拓扑方式，就是星状的拓扑。好，它有以下优点啊，第一个，线路与电脑的故障只会影响局部的区域，它不会影响整个网络运作。第二点，当我要新增或移除电脑或修改布线的时候，它不会造成整个网络的中断。第三点，那网络故障的时候比较容易检测，也就是说比较容易知道哪一台电脑出错啊。那第四点，目前的交换器技术已经能够大幅降低封包的碰撞情况，所以说在效能上面应该是表现都不错。然而它也是有缺点的。第一个，它的缺点是网络流量负荷都集中在交换器或集线器上面。如果交换器或集线器发生故障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导致整个网络瘫痪。第二点，除了网络界面之外，它还需要额外购买集线器或交换器，所以这个成本我们把它当作是它的缺点。
那另外一种网路拓扑，我们称之为树状网路。树状网路是星状网路的变形，在扩充区域网路的同时，我们常采用这种架构。可以看到图中啊，在图中左手右手边就是所谓树状网路，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星状网路的扩充，也就是说星状网路再往外扩充一层，就可以看出树的样子。那这种架构主要优点是扩充容易，在检测或除错的时候也比较简单，而且在同时在维修的时候或布线改变的时候也不会影响整个网路运作。那接下来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汇流排网路 ,bus, 将所有的电脑与网路设备连接到一条线上，一条网路线上面，让所有装置共用这条线，相互传递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之中左边，这边有六个节点，它们都连到同一条线上面，这条线中间这条线我们就称它为汇流排。它有以下优点，第一个，布线简单，它不需要额外的网路设备，它只需要一条主要的这个网路线路，比如说同轴电缆，或者是说双绞线，那网路线材的和界面卡的成本也都比较低，但它也是有缺点的。第一个缺点，它线路故障，或者说我要新增或删除节点的时候，势必会造成整个网路的中断。第二个缺点，在网路维修除错比较费时。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台电脑出错，或者说线上哪一点出错。好，第三个缺点是所有装置共用一条线路，好，任何装置同时传送资料的时候将会导致资料碰撞。好，那降低网络的效能，因为碰撞就必须要重新传送。好，那即使我们有额外的处理机制，或者说比较好的通讯协定，但是当电脑数量众多的时候，也难以提升到理想的效能。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混合式的区域网路，就是结合上述的网路的优点，或者说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去决定我要使用哪一类型的拓扑。那这些拓扑结合起来，我们就称之为混合式的网路。那它可以满足不同的场合与需求。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郭老师为我们介绍主从式与对等式网路的架构。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路的主从式。主从式网路呢，它可以将电脑分为使用端与伺服端。使用端负责提出需求，而伺服端呢则负责提供资料，而彼此的角色是不会去做变动的。一般像是网页、电子邮件、远端终端机、FTP 等，皆使用此种架构。而像在点对点，也就是称为 P2P 的网路中，电脑在网路上的身份是对等的，可以是资料的提供者，也可以是资料的需求者。所以一般来说 ，P2P 的架构是非常容易架设的。你只需要在电脑里面灌 P2P 的软体，不需要像架设伺服器一样的繁琐，也不需要像功能强大的硬体资源，所以它的安全性及隐私性相对也就较差，以及网络的规模以及扩充等相关的缺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无线网络的架构。而无线网络呢，是透过无线的射频来建立节点的之间的连线，而由于不需要网路线即可在节点之间相互相连，所以在应用上更具有弹性。而无线网路的发展呢，最先是由点对点之间无线网路来开始的，而它是以广播的方式达成单向通讯的目的。通常这种方式的发射端可以到达数十公里甚至到数百公里的距离，可是也导致耗电量过高以及频道的使用率过低等情形。而近年来呢，商代的商用以及民用无线网络的设计逐渐向低功率
还有单点涵盖范围较小，还有高频段等设计。而商用与民用的无线网路分别说明为无线广域网路。而无线广域网路呢，主要可以分为蜂巢式网路、还有微波式网路与卫星网路。而蜂巢式网路呢，多以功率较小的基地台取代单一大功率的无线电塔涵盖相同的区域。而包括第一代的类比式行动电话，我们简称 AMPS， 还有第二代的数位化全球行动通讯系统，简称 GSM， 还有 2.5 代提供了封包传输的一般化无线封包存取，简称 GPRS，以及第三代的行动宽频系统，分别为 CDMA2000， 还有第四代的无线通讯技术 LTE， 而它们都向下相容于 2G、3G 以及 3.5G 的基地台。那接下来微波网路呢，它的主要使用在地广人稀或者是灾难发生的时候，它可以提供快速宽频的传输服务，也可以提供长途通信网路，也可以提供低廉还有宽频的服务。而卫星网路是在地球轨道上放置通讯卫星，作为地面微波与广播站之间的基地台。虽然它的通讯卫星造价成本较高，但是它能够提供宽频的传输以及弹性，可以免除架设路线的成本，因此对于较长距离的传输来说呢，是最为普遍以及经济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来对无线区域网络做说明。谢谢顾老师的讲解。无线区域网络我们称之为 Wireless LAN。 无线区域网络它有多种类型，使用者使用多种频道、多种调变技术、资料传输率等等。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将无线区域网络的协定放在 IEEE 802.11 的标准中，用来定义它。在1999年，多家硬体制造商、网络制造商、3C 制造厂，它根据 IEEE 802.11 的标准组成了 WECA 联盟，他们负责执行他们产品的相容性认证。后来我们称它为 Wi-Fi， 它的全名叫做 Wireless Fidelity。 Wi-Fi 认证它确保了彼此间的产品可以相容，免除消费者在采购这些产品时的疑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之中，它就是列出了 IEEE 802.11 的多种 Wi-Fi 标准，从最原始的 802.11， 就是我们看到最左边这栏 802.11A、 802.11B 跟 802.11G， 他们所使用的频道在第二栏也不尽相同，大致上就是由 2.4GHz、 5.8GHz 还有 Infrared， 就是红外线传输为主。那资料传输率从最低的1到2 Mega 一直到54 Mbps 都有。那还有他们分别有支援不同的调变技术。那除了这些标准之外，其实 ABG 后面还有出现了一个 N 的标准，也就是 802.11N。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IEEE 802.15.4 的规范了个人区域网路，用来连接短距离，就是小于10公尺，就10公尺内的周边装置，并且进一步与区域网路、网际网路相连。那这些周边设备包含了我们常看到的 PDA、 平板电脑、行动电话、无线喇叭、耳机等等，都是由IEEE 802.15.4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 WPAN、 WPAN 就是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它是蓝牙，主要以蓝牙技术为基础。它的超低功耗模式延长行动装置的服务时间。
另外一个应用于 WPAN 的技术是 Wireless USB。 啊，如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之中左边左图就是典型的 Wireless USB 的装置，那右手边就是蓝牙装置，啊，基本就 最典型的蓝牙装置以及蓝牙耳机。啊，那它的传输范围，啊，也是在10公尺以内，与传统的 USB 一样，它的速度可以达到480 Mbps， 以及最多可以连接128个节点。啊，那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请郭老师也介绍一下，好，网络传输媒体。好，谢谢陈老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介绍类比与数位资料。类比资料呢，它是以连续的形态出现，也就是在任意的讯号范围内有无穷多个状态值，而这些讯号普遍存在大自然之中，例如光线、温度、压力。以温度来说，传统的温度计它是可以显示出无限大的精确度值，而数位资料是以离散的形态呈现，也就是以有限数量的值或者精确度来表示。例如数字显示器的温度计测试量的结果，它是以数字来显示。那我们可以看图中类比资料与数位讯号，就可用图中就可以看出，左手边为传统的温度计，它就属于类比的数位讯号，而我们可以看出右手边就是目前大家所使用有数字型的数位讯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资料的呈现方式与传送方式，不外乎是透过类比讯号与数位讯号来传达。类比讯号是指讯号呈现连续性的变化而无法计算，例如传统电话系统是利用声波振动直接改变电流的大小，而声波是类比讯号因为产生电流变化而成为类比讯号，然后再透过金属线路的传递到接收端，根据电流的变动产生振动而发出声音，在整个传输过程中都是以类比讯号来做传递的。而周期性的类比讯号，它的速度基本单位称为赫兹，也就是一秒内可以产生完整的讯号周期的次数。我们也是看一样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秒内产生三个完整的波形，这表示该讯号的频道是5赫兹。而数位讯号则是收发两端将讯号分别可以计数的有限形态，比如说加 1V 与 0V 两种电位表示为1与0两种状态，成为数位的讯号。而数位讯号的速率通常是以每秒单位元为单位，也就是 VPS。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同一张图片中下半部为例，一秒可以传送12个位元，也就是可以传送12个 VPS。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投影片中我们的类比讯号与数位讯号的单位表示方式。我们看一下投影片中的格式，通常类比讯号如果以赫兹所表示的数位讯号单位呢，则是代表 EBPS， 也就是位元每秒，而类比讯号的千赫兹，也就是10的三次方赫兹，在数位讯号呢，则是以千位元每秒，也就是10的三次方 VPS。 以此类推，类比讯号的兆赫兹，也就是10的12次方赫兹，以数位讯号为单位呢，兆位元每秒，也就是10的12次方 VPS。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来介绍一下类比与数位讯号转换的方式。好，谢谢郭老师的介绍。那声音、影像这些类比讯号，在需要以数位方式传输之前，都必须经过转换。转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取样的程序 （sampling）。那将类比讯号转换成一序列的位元，再以数位的方式传输。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好，这个例子，
啊，它一次每次以四个位元来进行取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中最左边，纵轴上面从最底下四个0000到0001到0010，一直往上，一直到最上面1111，就是以四个位元来取样。那四个位元的所有那个表现的方式，就是从四个零到四个一，好，总共有16种，好，那它可以得到，我们可以得到锯齿状的数值所对应的二进位值，好，各位看到图中可以看到这边它有锯齿状的，好，就是每一个数位值所对应的，而红线就是类比讯号本身的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如果将这些数位资料串接起来，哦，成为一连串的零与一的讯号的时候，这一序列位元，我们就它就是所谓数位讯号，啊，例如电子文件或我刚刚讲的类比的声音，啊，我们以类比方式以数位方式传输的时候，就要用到这个调变的方式，啊，那我们接下来讲到，我们经过调变的程序是将数位讯号置入连续的类比波形之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现在传统的电话线仍然是传播类比讯号，所以说数位讯号要使用类比的频道的时候，当然也要先转换成类比的讯号。待传送至接收端之后，好，要进行解调变。好，解调变就是将类比转回为原先的数位讯号，好，将数位讯号中连续的波形取出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之中，好，我们看到下一个图片之中，好，这个图片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最上面的图，好，它是数位传输，也就是我们之前第三讲所提到的所谓的基频传输。那中间这一块我们称之为调幅传输，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波形的振幅比较高的时候代表一，振幅比较低的时候代表零，啊，那最底下一横呢，最底下的一个图，哦，就是图 C 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所谓的调频传输，我们可以看到波形比较密的地方代表一，比较密就代表频率比较高，那波形比较稀疏的地方就是代表零，啊，也就是它传输的就是频率比较低，啊，这就是调频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刚才介绍到所谓的基频传输，就是图形上面，啊，图形上面的这个表现方式，就是以电位的高低来表示零跟一，啊，那还有所谓的调幅传输。那最后就是调频传输，啊，那原则上，啊，我们数位跟类比传输的方式，啊，基本上就是这三种，啊，以这三种为基础做互相转换，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观赏，啊，再会。